我还以为自己要死了呢。那个公主她可太坏了，她拿冰水浇我，那个国舅她让人用棍子打我屁股，还有那个牢头，别以为我不知道她是骗我的，但是留在那儿也是死，还不如出来拼一拼，指不定救了少将军就不会连累你了。你先下来好吗？他们别以为我好欺负，不就是想对我屈打成招，然后把所有罪名推给你？这些人实在太坏了。现在救人要紧。对，快带我去穆将军府，那个穆青武再不治就无药可治了。